参加第60届世界小姐总决赛的百余位各国佳丽昨天齐聚上海，游览了世博园，而今天上午他们又来到了世博之美系列论坛上，讲述他们的世博印象。在这场主题为世界之美与世博之美的论坛上，来自中国、美国、埃及、南非等国家的10位佳丽代表登台，讲述了他们昨天游览世博园的感受。 And when I went there, I was very happy to see the world inside a small place. And the Chinese pavilion we went to, especially to the Hainan province pavilion, it was wonderful. And I'm planning to come back, visit all over the pavilions to see, to meet the all culture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ies. 昨天他们是园区内亮丽的风景线，而今天他们又为解放日报主办的这场论坛带来了清新之风。先看世博，再来说世博，来演绎世博的多元文化之美，这两者之间恰恰是非常融合的。共有115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小姐参加了今天的论坛。作为全球最悠久、最顶级的选美赛事，第60届世界小姐大赛总决赛将于10月31号在三亚举行。东方卫视见习记者吴季上海报道。